大家好，我是 KojiLin，然后我现在在 LINE 福冈担任 Senior Manager。那今天呢，我想要介绍的是，这是一个LINE 做的 Open Source Project。然后其实我之前也讲，之前2016年也介绍过。那今天想再介绍一下，就是因为过了已经五年了，四五年了，然后也算是它改善非常多功能，或新加很多功能。那我知道大家做 Web 在台湾，说不定大家都用 Spring Boot 比较多，我猜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那我想介绍是说，在某些场景下，它可能会很适合大家。那在导入你在做 API Server 的时候也可能会很适合使用，所以今天想介绍这部分。那说不定大家回去以后可以试试看说，你在做 RPC Server 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 API Server 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试试看使用 Armeria， 说不定很符合你用的应用场景这样子。那刚刚说的，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讲过一次，那时候才 0.28 版，那现在已经 1.13 版了，所以它有多加非常多的功能啊，还有一些改进。那今天这场议程会比较像是介绍 Armeria 本身的功能。我在最后会附上，因为网络上已经有蛮多导入的 presentation 了，那我会把导入的那些连接放在最后面，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像我们公司啊，或者是其他公司的导入的使用这个为什么要使用 Armeria， 他们讲一些他们的理由这样子。那我有放一些连接最后可以看一下，所以今天比较不会讲我们自己导入的地方，所以比较讲为什么要用，或是哪些功能在做像 microservice， 或者是那种在大公司里面你是做一部分的 API server。的状况下，为什么会哪些功能会很适合你用这样子的场景？对，那首先，那当然，还是先快速走一下什么是 Armeria。那它标榜四个蛮几个大功能，然后我觉得四个蛮值得提的。第一个是它号称是一个 Go to Microservice Framework。为什么是号称 Go to Microservice Framework？ 是因为它提供了蛮多功能，是当你要做 API Server， 你有可能不是单纯只是 Request， 然后你进 DB， 然后回资料，你可能会呼叫非常。外部非常多的功能，或是内部你公司内部里面非常多后端，或者是你的使用者可能不是只有一种 API， 它可能是更多种不同的 protocol 的状况下这样子。那它很适合，那它整合这些所有功能，那你可以很快的去做你的 business 业务逻辑，你不用去花时间在整合那些infra 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它还是原生就是 HTTP2，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直接利用，不需要再挂一些 proxy 这样子。然后它也支援非常多的 protocol， 等一下会介绍一下。然后最后一个是蛮重要的，它是实作上是 reactive 跟 asynchronous 实作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要求实作你非同步的API server 的时候可以利用这样子。那为什么是 go to microservice framework 呢？就是我想大家在做 service 的时候，你一定会做很多事情，在你的 infra 上你必须要做，比如说你要怎么去 monitor 你的服务，你可能需要抓一些它的latency 啊，你想要抓说多少 request count 啊，然后你 response 的 size 有多大，你都一直随时都要去抓这些统计记录。那它整合了这个 matrix 等一下最后会提到，但是它就是对各种 protocol 或者是你呼叫不同的 backend protocol， 它都可以整合的非常好，所以你不用想太多就可以 export 标准的一个 matrix 出来，你不用做太多事情。然后它还 client side load balancing， 你知道如果你呼叫的不是只有 DB 而已，你可能呼叫七八种backend service， 那你就会需要控制很多怎么呼叫后端，怎么维护那个 load balancer 的事情。那它 Armeria 很专注在 client side load balancing 上，所以它也提供client 的 library 让你使用。然后像说刚刚说的，在多个服务下，你可能会access 你的后端非常多次，或是不小心会打爆你的其他 server， 它也提供很多的 library 或是功能，让你可以随时可以切断与后方连线，你就可以随时给 user 一些提早错误，而不会拖垮整个系统。然后它 distributed tracing 就是你可以去追踪你的所有 request 是怎么执行的，你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哪边是慢的，但那些事情它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一个一个去找各种 library 回来套，然后或者是说因为不同的你支援 gRPC 又支援 Swift 又支援 REST， 你又用不同的 client library， 然后造成每个的套法都不一样的这种问题。那支援 HTTP2 刚刚说的，它不是只有 TLS 而已，它还支援 clear text，所以你可以明文的使用 HTTP2 打 RPC， 所以在内部 RPC 在内部系统里面，就是在公司内啊，或者是内网里面的话，也是很方便，就不需要再做其他事情就可以使用。那当然标准的 HTTP1 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传统的REST API 通过 HTTP 也是可以。然后刚说它 support 非常多的 protocol， 像 Swift 现在可能比较少人用，那gRPC 可能比较多了，那它也支援 gRPC， 支援更多功能。然后 REST Web Service， 然后 GraphQL， 它都已经有在整合在里面，所以你很方便的在套在你的同一台 server 上面。像这样子，它可以在一个 port 上，这里有一个8080 port， 我可以第一个挂 Hello REST， 我是挂一个标准 Web Services，
然后第二个挂一个 Swift， 这是一个 Swift HTTP。然后第三个，我又再挂一个gRPC， 然后在同一个 port 上挂，那这其实很方便，你不用自己去拉。假设你一开始 server 想要支援多种 protocol， 你可能会整了好几个 library， 然后每个都 bind 不同 port， 然后做一些事情。那在 Armeria 现在就不需要，你只要一个 server， 也不需要任何 proxy， 你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然后另外重点是它是 reactive 跟 asynchronous， 那它本身是透过用 Java 的 bar 的 complete future， 那API， 然后跟 Reactive Stream 的 API 去实作它的 framework， 而且它的 API 提供给 user 的也主要以这两个为主，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非同步的 service， 然后你不会比较不容易发生说你像传统的 synchronous thread， 你可能会200个 request 进来，你就200 thread， 然后如果都很慢的话就卡住这样子。而且更彻底一点，连如果你做用 Armeria 呼叫后端，你有用它的 client library， 它的 domain name 的 lookup 也是非同步的。所以整个从头串到尾都是非同步，你不会发生说某个环节是blocking 的，造成你的 thread 被卡死这样子。那再稍微细讲一下为什么要 asynchronous 非同步。那通常我们说 synchronous 就是一个通常是 one 一个 request 进来，我就会一个 thread 去处理。就像我们用Tomcat 传统比较传统的就是我做一个200个 thread thread pool 或是600个 thread thread pool， 然后 request 进来我就让它去呼叫 DB。然后 DB 回来以后再下一行，再下一行执行，那多数时候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只要透过，而且你可以用 thread pool 的量去控制你的整个 resource 系统的 resource 会吃多少，整体还是没问题。但是如果当今天有一天你呼叫的某个后台出问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左边就是一个圈框框，就是你的 server 可能有好几个 thread pool。那标准来说没什么问题，你可能会打 database， 打 cache， 然后可能会打 service， 另外一个 external 的 service。你 thread 一二三四，你个 thread pool 在处理。可是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的 service 突然变慢了，你打的某个后台变慢了，你就发现你很有可能你的所有 thread 都会因为这个 service 慢下来而全部都会占光，因为你所有的 thread 进来，然后就占住这个，大家都在等 service A 回传，然后你的 thread 吃完，那你其他 request 就进不来了，因为你其他 request 等着有 thread pool 让你去跑。那要怎么解决？那通常大家想说，那我就加更多 thread 就好了。确实是可以，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加到多少呢？一台 server Java 可以一直加 thread 没错，加到几千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当你的这种 request 如果 service A 停太久的话，你会发现你其实这台机器没有用到多少 CPU， 因为大家都在 blocking 在等那台 service A 回传。然后你一直加机器呢，也没什么用，因为你只是浪费你的 resource， 他们的 CPU 都没在动。而且就算如果他怀疑时，就在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 thread 越多，你就会有更多机体要用，量越多，而且 thread 的切换也是很吃 context switch。所以Armeria 本身就是说那种走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我们就做非同步的方式吧。那非同步方式就是说你的 server 进来到你打后端的刚刚说的 service A， 全部都用非同步的方式。所以就算 service A 太慢了，它会直接去处理下一个 request， 然后等到 A 的资料回传回来的时候，它才会接上来继续做下一个 task。所以你就不会发生你的 request 挡住一个 thread， 那个 thread 呢会透过非同步去呼叫后端，所以它可以去做其他事情。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再善用你的资源，因为你的 CPU 会处理事情，那你的其他比较快的 request 可以被处理。那你的当然重点是你还是会消耗到记忆体的，因为你的比较慢的 request 会堆在你的系统里面，但是至少你只要 tune 你的 memory 的量跟 event loop 的量就可以了，因为你的 memory可能是瓶颈，但你加机器的话 CPU 也可以用到， memory 也可以用到，不会像刚刚的场景是你的 request 全部都卡在外面，然后你怎么加机器呢？大家都空转，因为大家都在等 service 某一个 service， 这是我们想要做 asynchronous 的状况，就是整个 Armeria 的设计思想。所以接下来介绍完它的一些设计思想以后，我们就走一遍一些功能，然后方便大家可以想一下说在自己的内部系统或公司内部的系统是不是可以用 Armeria 的这些地方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个刚刚说到我走一遍说 Armeria 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自己也实际在用的。那第一个是它支援非常多的 protocol， 那 Swift 啊 REST 啊，就算不是 REST 我说 HTTP API 没有问题，那 gRPC GraphQL 那有什么好处呢？等一下最后的 case study 会讲到，像有些公司呢它会想要从 Swift migrate 到 gRPC，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像你可以绑在同一个 port 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你不用再准备另外一群 cluster， 然后他们重复的 code， 然后或者是你要办一两个不同的 port 去处理事情，你可以同一个 job process 去让一样的 code， 然后让它 migrate 同时支援，或者是你想 migrate protocol 都可以做得很方便。
对，而且你可以，你知道，就是在同一个 Java Code 里面，我说其实在 maintain 上面也很方便。这虽然说你可以用同一个 repository，你就可以 maintain 一样的 code，但实际上你跑在同一个系统里面，你就做很多事情上，在 troubleshooting 啊，或者是在 maintain 上都很方便。我说，如果你能同时支援两种 protocol 的话，那这边我特别想介绍的是 gRPC。我想很多人如果现在不是用REST 或者是 Web API，可能比较多 RPC，可能都是用 gRPC，所以想稍微介绍一下 gRPC。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Armeria 做法。你看到我有 server 跟 server builder，它本身就是 Armeria 的 API，所以它 server 的部分是 Armeria 的 API。可是那个 my hello service，那就是我透过 gRPC 的 tool 卷出来的 gRPC 的 code，我实做它的 handler，我就可以service code，我就可以绑在 Armeria 上，然后就是跟你在用一般的 gRPC Java 的 server size 一样的。那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特别想介绍，就是它比 Upstream，我是说比 gRPC 原的 server 还好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它特别支援了一些Web Protocol，是原本的 gRPC Java 是没有提供的功能，或者是你必须挂 proxy 才做的功能。它提供了三种，一个叫做 on-frame request，就是你可以用 HTTP body 就传 gRPC 的资料，你就可以直接用 CURL 去打你的 gRPC endpoint，而且你也不需要透过任何 tool。像我知道有些工具是你透过一个 proxy。你用看起来是用 JSON body 去打，然后透过 proxy 它会转成 gRPC binary，然后去打真的 gRPC endpoint。那 Armeria 可以不需要这样，它直接提供功能让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它也提供标准的 gRPC web，就是大家知道 JavaScript browser 想要呼叫 gRPC，必须透过 gRPC web。那通常官方也建议你挂 envoy proxy 之类的，那它也跟 gRPC web 就可以做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REST API HTTP JSON 到 gRPC 的 transcoding，这也是另外一套做法。那这也是Armeria 直接提供的。所以这是一个 on-frame request 哈，它只支援 unary call，就是 gRPC 的 unary call，就是一个 request 一个 response。那你只要像我这样 code 写 enable on-frame request true，你就可以像我下面这样打一样。其实这个gRPC 的 body 是只有一个属性是字串。那你看我在打 locals 8080，然后搭配这个 URL，它就可以直接打到我的 gRPC 的 endpoint，然后透过我 URL 去测试。我说这很方便。这有些功能也是用到这个 Armeria 本身也不用这功能去做document page 的。那所以我说，这是原本的upstream 没有的。那 gRPC Web 呢，它支援大家也知道，就是它有支援 unary 跟 server streaming call。那如果你没有 Armeria 的话，通常你必须挂另外一个 proxy 去帮忙拦截，然后去处理gRPC Web 的 request，然后再送给 Armeria，送给 gRPC server。那通过 Armeria，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让 client 的 JavaScript 直接呼叫你的gRPC endpoint。我说你挂在 Armeria 上的 endpoint。然后另外是 HTTP JSON 到 gRPC 的 transcoding。那这个呢是蛮特别的，也是 envoy proxy 提供的。然后另外 Google 的Google Cloud 环境也有提供这 proxy，就是你可以帮你的 gRPC protocol 加一些 annotation option，就说我要把它怎么定义成 REST API，你就可以透过 REST API 去打你的 gRPC server。可是你当然必须前面要挂 proxy。或者是走Google Cloud 的环境，然后他帮你做这件事情。那一样，Armeria 不用做这件事情，一样的设定档，它就可以直接让你的 client 去打你的 server，通过 REST API，它自动转成 gRPC 的 code，所以你就不用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做到。我说你不用再准备其他的 sidecar proxy 啊之类的。然后另外就是通常 gRPC 外我们也想做那个 REST API，所以它也提供很像那个 Spring Boot MVC 一样，就是。Annotation，你在 Java Annotation 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Web API Endpoint。所以像这样，你可以做一个 Get，然后 Parameter 设定好，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资料串起来，去打你的用 HTTP API 口呼叫。然后最近也支援了 GraphQL，所以它其实套 GraphQL Java 了，就整合 GraphQL Java，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把你 GraphQL Service 挂在你的 Armeria 上，然后一样用 GraphQL Java 去写你的 server 端。然后，另外再更多一点，就是如果很想整合 Spring 的话，它也支援 Armeria Plus Webflux，所以Webflux 还蛮特别，它不是 Servlet，所以它是 Webflux 自己底层是可以抽换的，然后 Armeria 自己抽换了底层，所以你就可以让 Webflux 加在你的 Armeria 上面，那你就可以整个系统不是走 Spring 的 Native，而是走 Armeria。这有什么好处？就是一样可以通过一样的逻辑的程式码，让贯通你的所有的底层的 API。所以你可以在同一个 server 里面一样跑 Armeria Webflux、gRPC 跟 Swift，然后共用一样的library filter 这样子。
那这个是一个蛮推荐的功能，大概所有用过 Armeria 最喜欢的人都最喜欢这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卷这个 Document Service， 它的 Doc Service。如果你写 gRPC 或写 Swift， 或者是你用 Annotated Service， 就是 Armeria 提供的 Annotation， 它自动会帮你产生这个页面，你就可以直接在页面中设定你的 Request Body， 打你的后端，然后直接测你的 API。所以就像他们 Armeria 现在不支援 Swagger， 所以它本身是用这个方式啊。那但是这个就很在，尤其在那种你需要分享 API 的时候，给你的客户端，然后你的或是 Android、iOS 的用户的开发者，或者是你内部的其他 backend 的 service 的用户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给他这页面，他就可以直接测，就是我说哎，你要打哪个 API， 直接在这边打就知道了，你不需要挂一些 tool 或是用一些其他 tool 去打你的 backend， 比如说你 gRPC endpoint， 你必须另外准备文件，你就直接给他这个 service 就好，他直接挂在你的同一个 server 下面。那另外一个比较刚刚说的可以共用 Armeria 为什么好呢？就是这个部分，譬如 Armeria 可以提供一些功能，就是你知道做刚刚说的做一个 API server， 你其实要挂很多事情，就是 login matrix， 我说做那些 monitor 的资料，就是你的受用变慢啊，统计每秒多少 request 啊，然后 P99 是多少100 millisecond 吗，然后 P50 是不是30 millisecond， 类似像这种你要这些资料，那你要做 tracing，你要做认证，那 Armeria 全部都是透过像很像 filter 的做法，它就叫做 decorator， 它就是一层一层包你的 extra 功能上去。譬如说这边的 gRPC 下面，你看我这边是写 gRPC service， 我下面有两个 decorator， 一个是 brave service， 一个是 login service， 它就是在呼叫 gRPC service 之前呢，它会先经过 brave service， 那经过 brave 的 tracing 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它外面经过 login 的这个 decorator， 所以功能是一层一层包进去的，你就可以在帮你的所有的不同的 backend 加这样一样的 decorator， 譬如说你有一个 gRPC server， 你有一个Swift HTTP server， 你有REST API 的 server 的 handler， 你可以三个程式都用这个一样的写法 decorator 的方式去包你的业务逻辑，譬如你要认证，你只看 header 认证的，或者是你要包 log， 那它就全部帮你抽象化好了，就只要包 login 就可以像这样子直接包起来好，你不需要自己准备哦，因为我有一个 gRPC 的Java 的程式跟 Swift 的 Socket Server， 我有一个 Spring 的 MVC， 然后每个人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自己去刻制就是也不刻制一些调整那些细节，你不用做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说的 Spring Web Flux 也可以套这个，那你就可以要整个你的 Service 就不用太在意那些这些共用逻辑啊。那另外就是刚刚说的你写 Server，如果尤其是你做的是那种内部的 API server， 我想大家会不是只有一台，可能好几台，那你可能会让别人去做 load balance， 通过 load balance 来呼叫你，所以你也需要提供 health check service， 就是你怎么样知道你的 server 是健康的，怎么让对方知道你的 server 是健康的，所以你会提供 health check service， 那它蛮特别的， 它提供一些功能是标准就有，然后另外也 support 一个蛮有趣的叫 long polling， 就是如果你的 client 上有资源 long polling， 然后是同一个 protocol， 我说像你用 Armeria Client 跟 Armeria Server 一起的话，它会建立一个连线，保持这个连线，当你有状态改变，说我的 server 不太健康，我会说譬如 太 busy， 我要把它变成 unhealthy 的时候，因为你是 long polling， 所以它会及时的通知 client 端知道这个 server 已经不行了。对，这相比于传统的就是每个 request 问一次，然后隔五秒再问一次，在这五秒之间发生事情的事情就不知道，那它是打上来如果状态没有改变它就保持连线，状态改变了他就回 user 说哎，我已经不行了，你先改变状态然后你再连上来，这样所以他就可以提供像这样的功能。那像他刚说他提供一些比较稍微养素的功能，譬如说像这个是我挂一个slash hc 的一个health check endpoint， 所以 load balance 会又透过这个斜线 hc 来问我 server 健不健康，那通常如果你很直接实做，譬如说我这个健不健康其实是有在问某个外部的 service 来决定我健不健康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实做，你有可能会每次 request 进来就问一次外部，那你可能就会很浪费资源，而且你假设你的前面有几千台 client 或是几百台 client 的话，每个都问你这件事情，你会 server 就一直问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业务逻辑却一直被问，所以他这边的抽象化这一块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个provider， 这边叫 supplier， 那他会定期去问，所以他们所有 request 共用这个结果，你就不会说每次 request 进来我就打一次后端问我健不健康，它会是这个 supplier 会自动每五秒钟更新一次，就是 client 去问 server 我健康，我就保持五秒钟，下一次我再五秒后再问一次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server 自己会自己更新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 client 端就不会每次进来一次我就打一次 server 这样子。那刚刚说完backend 的功能，那接下来讲的是它的那个client 端的功能。那 client 功能的话一样Armeria 提供了非常多的 protocol 给 client， 比如说你可以呼叫 backend 是 HTTP 的 endpoint， 你也可以是 Swift， 你也可以是 gRPC。 那跟刚刚的 server 端一样，其实如果你可以全部都用 Armeria 去打不同的后端，你就可以给他们套一样的逻辑。我说，譬如一些非业务逻辑的部分，譬如说刚说的，你要做 log， 你要做 retry， 你要做 circuit breaker。我说像这种事情，你就可以全部用一样逻辑套在这各种不同的client 上面，不需要去包自己包好几种不同的library。那像 gRPC client 长这样子，它就是一样 ，client 是 Armeria 的 code， 它就是抽象化成 builder。然后你只要 build， 然后你给他那个产生好的那个 gRPC compiler 产生好的client side stop， 他就帮你建好他的实作，那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那这是 HTTP client， 他用 web client 的名字去做，那一样他就是可以做一个直接像这边就是用 get request 去后端的复报 txt， 然后去 aggregate 结果，一样是非同步的，可以拿回所有 的结果。那另外蛮有特别的是它跟 retrofit 有整合，所以你可以抽换 retrofit 的底层， retrofit 本身是 OKHTTP 的底层，那你可以把它底层换成 Armeria， 那你就可以皮是 retrofit， 然后底层就是 Armeria， 对，然后而且它支援几乎所有 retrofit 的功能，所以你不用太担心说那我是不是用非 OKHTTP 版本的 retrofit 会有问题，其实不太会，它几乎所有功能像 streaming 的功能也都支援，所以你可以直接让你整套系统的client 的那个 HTTP 的 engine 都是走 Armeria 这样子。那为什么刚刚说的我介绍了 gRPC， 我介绍了 web client， 然后 retrofit 换成 Armeria， 这有什么好处？那最大的好处是像这个图中的这个部分，就是你看我这边三个这两种 client， 下面是 Swift， 我这边不是 gRPC， 是 Swift， 那我的 web client 跟我的 Swift client 其实我都可以套一样的逻辑，譬如我想要套 circuit breaker， 我想要套 login， 我想要套 retry。那 circuit breaker 是什么？ circuit breaker 就是说，譬如在这种你如果是做 API server， 你的逻辑可能会相异于其他的背后的逻辑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发生就是有一台 server 快挂了，它已经超过它的能处理的资源量，那你不希望把它打到挂掉，因为它已经开始 timeout 了。如果你一直 request 它，它永远都起不来，因为它就是已经 timeout 了。那 circuit breaker line 呢，它会去在里面会检查这个状态，他发现打后端的 server 一直失败，他就会在 client 端自动变成失败。所以你的程式码如果去呼叫这个 web client 去打后端，他会在 circuit breaker 这一层就会说哦，暂时先不要打了，他就给你另外一个 exception， 告诉你说哦，这个 server 已经暂时不行了，所以我先给你一个错误，让你不要就是不要这么去打那台 server 就对了。然后累积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再慢慢放行一两个 request 去后台看看，如果成功了，他就慢慢把那个打开，然后原本的 request 又会成功这样子。那像这边我就搭配了 circuit breaker， 然后外层包一层 log， 在外层包一个 retry，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打一个后端出现 circuit breaker， 就说他已经 timeout 失败三次了，我不要再失败了，那他就 retry 会马上拿到错误的结果，然后很快的 retry 完，他就会回给呼叫端说，哎，这个就是这次的 API request 是失败的。那不管是我在 web client 做这件事情，或者下面的 Swift， 它都可以像这样一样的逻辑去做到我说套一样的那个结果啦，就是不会说因为你用的不同家的 library， 所以你套起来就很麻烦，就是哎这一家这样套，那一家那样套。然后另外刚刚说到你在做那个什么这种在公司内部的 API server 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只是一部分而已，你后面还有非常多的 API server 是不同种类的功能。那这时候我猜大家有很多在各家公司有不同做法啦。那 Armeria 它的设计思想是它比较着重在 client side load balance， 就是它把所有后端的资讯有几个 endpoint 都记录在 client 端，所以它在记忆体里面 会更新说假设我要 call A service， 它有十台，它把那十台的资料放在记忆体里面，然后让他去做 load balance， 在 client 端里面做 load balance， 他的思想比较像这样子，而不是透过另外一个外部的 load balancer 去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那他认为这样可以比较自己去提供多样化的load balancing 的功能，而且也不会相依于其他 network 相关的component 这样子，就是网络相关 component， 说像刚刚说的 web load balancer 被他影响这样子。那他认为这样比较能简化，在像 microservice 架构下，所以简化那个一些设计啊，因为你只要有 list 就好，你不需要做一些proxy 啊，或者是另外加一些其他东西来帮你协助你做怎么呼叫后其他 service 这样子。那光所以这边他还做的蛮多功能的。第一个是他做了不同种类的，他就是 endpoint group。那这边我code写错了，是 original group， 不是 health check group。就是像这个是 static， 我可以定义说我后端就是只有这两台而已，192.168.0.1.0.2， 那这是写死的，我可以做，那写死通常比较做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做一个简单的测试用，就是像这种 static 写死。那他还提供 DNS base， 或是 zookeeper base， 或是 Eureka， 或是 console base。所以像 Eureka Console 是其他家大厂在自己推的 open source 啊，或是工具，那他们也是提供，就是你的 server 起来的时候，会去向这些系统去注册说我是健康的，我上线了。那这些利用 Eureka 或是 Console Zookeeper 的 client 呢，就会透过这些系统去拿回那些 backend service 的列表，然后他拿到这列表以后，他就可以存在 client 端，然后去决定自己怎么去打后端这些 server。对，那 DNS base 的话，我想如果大家有在用那 Kubernetes 的话，我说像它的 DNS base 的那个 lookup 就可以透过这个像 Armeria 提供的 DNS base 去整合在一起，你就可以透过 A 或 AA list 拿到好几台 server 的 IP， 那它就会拿到这个 IP 保存在 client 端，然后去呼叫后端这样子。那当然只有 group 是不够了，因为你只有 group 而已，你就只知道说我有十台，可这十台要怎么打呢？确实也是需要去想的嘛。那所以它提供了一些很标准的一些功能，比如说 Round Robin 是最标准的，但是内部是用 为 Round Robin 为主，就是你可以帮每一个 endpoint 设一点比重，那它会照那个比重去打server， 就是假设这个权重比较高，它就多打两次，或打就是多轮两次，用比例上去算多打几次这样子。然后还比较特别的是像 Sticky by Request Parameter， 这个就是说，譬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需求是某个 header 可能没有用户相关的资讯，或者是某个地区的资讯，你想要再用这个参数去决定打哪一个后台，他就可以说 hash 这个参数，然后永远去打同一台，就是打其中一台了。为什么会想这样子呢？就是譬如说有些状况下我们可能会需要是client 端，就是你会 cache 你的资料在你的某一台后台，所以如果你能让同一个地区或同一个用户尽量打同一台的话，你就可以让你的那个 cache hit rate 比较高。我说如果你的 cache 是放在同一台机器上，那你比较容易 cache hit rate 上面，那你可能一些事情可以共用。我说你的资料的那个 localization 那什么局所性会在那台同一台机器上，相比于说你每次都打不同机器。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ramping up， 最近我这个也是新功能，我们最近开始用，就是以前没有了，就是只要之前是只要后台一台机器变 healthy， 那我们就会用 round robin 去打每一台机器，所以马上那一台就会得到跟一样其他机器一样多的流量。那这样很容易，尤其像 Java JVM 是需要 warming up， 而且或者是说通常第一个或前几个 request 会触发很多 lazy loading 的功能嘛，所以通常它一开始很慢，那它慢有时候并不是因为还没 compile， 重点是有些它的 thread 还没启动，或者有些 pool 它根本就还不够warming up， 还不够准备够多 thread。 那透过 ramping up 它会这样，它就会每两秒钟加一点比例，加点 request， 加 request， 你就可以慢慢的让某个机器吃的量会是慢慢增加，不会像其他机器一样一开始就吃什么每秒1000个 request， 它可以从100啊200开始，然后每秒加一点，每秒加一点这样子。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蛮有趣功能是我认为是Armeria 提供的很棒的功能，就是它的 matrix， 那它主要是 based on micrometer 的，那它支援了 server 跟 client， 所以你的Server library 跟 client library 都预设都有资源，而且它能整合一些小细节。我说，不管你是 RPC， 就是 procedure 像 gRPC 或者是 Swift， 或者是 HTTP API， 它都整合的很好。你可以用同一个 label 去表现你RPC 或者是 HTTP API。譬如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RPC 算是 fail 的？像 HTTP API 可能是200是成功，然后非200是 fail。可是 RPC 下，它可能200下也是 fail 的，因为它不管你的 status code， 它本来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资料都是在response 的内容里面，或者是像 method 的定义，你想要一个 method 的 tag， 比如说
我如果呼叫一个后端的 backend 的 service 叫做Hello Service 的 Hello World， 我会希望在我的 log 那个 matrix 里面，它看起来是 Hello Service， 然后某个 message 叫做 Hello World 被记录起来，而不会是 Hello Service 或是这个网址搭配 get message， 因为你会觉得它是就像 message code 一样，这样比较方便看。可是如果你是 raw 的 HTTP， 我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 HTTP Service，它就没有这个 message 的概念，那你怎么转？那它就会自动转成是 get 或 post， 就是看起来就不一样那样子。那下一页比较大的范例，像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Armeria 的绘出的 matrix 的 tag， 你会看到像我这边的 HTTP status results failure 什么的，然后它的 service 就会是你的那个 class name， 然后 method 就会是刚刚说的，是你的那个 method name， 不会是 HTTP 的 get 或是 post。因为像 RPC 全部都是 POST， 你怎么知道他会呼叫谁？那他就帮你处理好这些很多小细节。所以你如果就算挂 Swift、挂 gRPC， 然后挂 HTTP Service， 你都不需要改太多事情，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汇成汇出去，然后让其他收集这 Matrix 的系统 Middleware 直接 pass 它，而且都当作是 API Service， 而不需要你自己去分说，因为这是 REST， 所以我的左边那个 HTTP Service Request Total 这个 label 名称。的 REST 版本跟 gRPC 版本跟其他版本是分开的，它可以全部都是用一样的。那就是在某些在做统计上就很方便，就是。那另外就是 login 的部分，那 login 的话，它也提供蛮多种类的 login， 尤其是我说大家认为标准一定要有的啦。那像 context information 啊，或 structure login 或 access login，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那 context login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个 request 进来其实就像是 HTTP request。就像 Servlet Request 一样，你会有 Request 带一些资讯说是哪个 IP 来的啊，带什么 Header 啊，或者是什么 User Agent 啊之类的。那它已经整合好 MDC 了，我说像你可以用 Logback 或是你 Log Framework，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设定档像这样写，通过它的 Request Context Exporting Appender， 它自动就可以把这些参数带到你的 Logger System， 所以你所有 Log 都可以自动留下这些资讯，你可以知道说哦，我在 log 一串错误讯息的时候，可以顺便带这些 context 资讯，就可以透过简单设定就可以做到。那另外就是它提供很多功能的 login 物件，就 class 叫做 request log access。那通过 request context 就是 cts.log， 就是你的 request， 它的 log 里面就可以拿到这个 request log access， 然后通过非同步的方式，它整合了。我说你可以随时问他说，请问你有没有这个资讯了？有了，我就要印出来。所以像这边你看到我用 log access dot when available， 我说如果我已经有 request header， 就跟我讲一下。那它 return type 是 complete future， 所以它会，你可以接个非同步的 method 去印出你的，我说或者记录下来你的 request header。因为 Armeria 本身是一个从头到尾都是非同步的，所以有可能你的 method 被呼叫的时候啊 ，header 还没传完，或者是 body 还没传完。或者你还根本不知道他是叫哪个 method，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这种 when available 或者 when complete 的方式来，你直接问他说，当你哪些事情好了的时候通知我。所以他整合了这个功能，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方式去要到非常多功能。你透过这个 request log access， 你可以要到说，请问我读完到做一个 byte 是花多少时间？我处理这个 request when complete， 你可以拿到说，到底我处理这个功能花了多少时间，都可以全部拿到。所以在你整合其他 login system 的时候就很方便，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要 log 很多事情送到其他的 middleware， 那你只要这个 request log access，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轻易的整合外部的log 系统，等一下会介绍到这部分。那另外还提供很轻松的做 NCS 的 common log format， 就像你用 Nginx 啊或者是 Apache 啊，通常你会 log 你的 request access log 嘛，那它也直接提供这功能，你不需要自己挂 Apache 或什么，他直接帮你都整合好了，所以也不整合好，他提供这功能呢，所以你只要加这个 access log writer， 他就可以自动帮你把所有的 request 都照一样的格式写出到log 里面。那另外还提供 tracing， 那 tracing 的话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就像 Zipkin 啊或 OpenTelemetry， 他们都整合 Armeria，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 tracing 的 dashboard 去看一个 request 到底打了哪些，经过哪些 endpoint。然后你可以很容易追踪说一个 request 下到底经过好几个系统，然后每个带多快多慢这样子。那它已经整合好这个功能了。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挂 tracing 的功能，你可以直接你知道就是
通过 Zip 的 tracing， 然后搭配 Armeria 的 H tracing 包好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整合在你的系统上，就可以自动有这个 tracing 的功能。那比较特别是像我有 tracing， 那 tracing 一定会有一个 ID 嘛，那大家整合刚刚说到的 request context 的 login， 你就可以把你的 log， 你的刚说的 trace ID 在 request context 里面，所以你可以把它整合到 Kafka， 我说你可以整合到 log， 然后通过 Kafka 送出去，然后传到 Elasticsearch， 然后传到 Kibana 去看，通过 Kibana 去看。所以像我们的系统就会像这样子，就是我可以有 trace ID， 我就可以知道说在我的 Kibana 如果有 log 的时候，我可以追踪一个 request 它总共经过哪些系统，然后留了哪些 log。 像我这个里面就有大概十几个 request 的 log information， 就会是透过说 它知道是同一个 request 下产生的，就我说在做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整合。对，然后另外还很不错的功能是 Armeria， 我想大家不可能说单用 web framework， 现在大家都通常是搭配 Spring， 所以它跟 Spring 也整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它有一个 Armeria Spring 的 boot to starter， 你可以通过 YAML 档去设定你的Armeria 的基本参数，然后另外它还整合直接整合好 Spring Boot， 所以你不用自己去写 main function 去启动你的 server， 它的 server 会自动启动，所以就跟你用写 Spring 的 MVC 一样，你不用管 server 有没有启动，你只要写 hand 那个 controller 就好了。那 Armeria 一样，你只要写你的 gRPC service、 Swift service、 annotated service，其他就交给你的 Spring Boot 去做就好了。那他怎么做呢？其实像这样子，他就是你写 configuration， 那刚刚说的我写了 hello annotated service 或者是 bar service 或者是 hello service implement， 你就透过他的提供的这个 configurator， 他会传一个 builder 进来给你，所以你只要帮 builder 去挂你的 service 上去，你就可以设定好你的 service 在这个 server 上，所以你不用去特别去碰 server 的 instance， 你只要去写这个 Armeria server configurator， 把你的 service 绑上去，它就完成整合好 Spring 的功能了，所以你就不用做其他事情就是。所以这样你的 DI 就全部都靠Spring 来做这样。对，然后另外它还整合，大家蛮多人用 Spring 也很喜欢它的 actuator 的功能，所以它还整合 actuator。那 Spring 的实作上 actuator 并不是绑在Servlet 或什么上面，它是自己的一套protocol， 所以 Armeria 可以直接整合它，就是直接串接这个 actuator， 所以你可以就算不用 Spring 的功能，你也可以只用 actuator 的功能，把 Spring 的 actuator 挂在 Armeria 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想特别提的就是 totally 的 integration。 那 Armeria 呢，它刚说的它写非同步的，那写非同步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写非同步的 server， 通常你就必须用很多 callback或是 future API， 更甚于你可能用很多 RX Java 之类的这种 API， 或是 Reactor Project Reactor 去说就是 Mono 跟 Flux Spring 的那一套去写你的 code， 那其实那个写起来非常的痛苦，也不是痛苦了， learning curve 非常的高，因为大家通常很少去写那种 flat map 或是 mapping flat map 啊，这种串这种方式，而且非常难 debug， 因为它会跳 thread， 所以每次 callback 回来时 future 回来的时候，或是 RX Java 串下一个非同步的时候，它其实 thread 会切换来切换去，所以你会非常难追踪你的 code 到底是怎么跑的。那coding coroutine 整合起来的话，其实它也是第一个是写起来不会那么难，然后第二个是它也稍微减轻了那个痛苦，所以像只要整合好 coding 的话，它预设资源 suspend， 你会看到我可以用 coding gRPC coding 的 suspend 搭配 Armeria 去写我的 gRPC service。然后 Armeria 本身的 annotated service 右下角那边 annotated service 本身也是可以加 suspend， 然后你就可以用 KojiLin 的 coroutine 去写，那你就不用自己用 future API， 到处都用 future API 去串很长的程式嘛。对，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KojiLin 的这种写法你也不用太担心你的 context 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有用 KojiLin 大家知道 KojiLin 的那个什么context， 他每次跳回同一个 thread 的时候可以自动再把 context 搬回来，所以写起来非常轻松就对了。所以我还蛮推荐，如果你用写非同步 的 server， 不管是不是用 Armeria， 用 Kotlin 呢很大一部分减缓你的比如说学习曲线。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功能呢，比如说它实验性的开始导入 IOU Ring， 所以你可以 enable IOU Ring 的功能在 Armeria 里面，虽然我不知道它使用上有没有多少真的用，但是它也已经提供了。
然后像他也打算提供 WebSocket 的 support， 还在这个 PR 开着，最近才做的，还没被 close， 所以大概还有一阵子。因为我知道虽然已经用 HTTP2 了或是 server side event， 但是还是有些人会想要用到 WebSocket， 尤其像最近那个哪里那个 Rails 的作者做了一套新的 front end API library， 他说如果用 WebSocket 或 server side event 可以更有效率，我说 push 的 rendering， 所以一直都会有人想要 WebSocket 功能，所以他最近开始只做 WebSocket 功能。然后另外就是他也提供 OAuth 啊，所以他有一些蛮特别的，就是 Armeria 本身思想有点像是尽量让大家去用，然后无痛的去切换到 Armeria， 然后就可以用想要的功能，比较无痛，不需要自己去，因为我切到 Armeria， 所以我少了这功能，所以我就不太想用。他尽量提供一些大家常用的功能在这个系统上，让你可以无痛，比较无痛的切换到新的 framework。那我最后介绍一些 case study， 最后我会放投影片到网络上，所以你可以直接到时候再点连结就知道了。第一个是像这个是 Slack。这 Slack 他们在2019年的 gRPC 的 conf 的时候也 present 一下他们在 Slack 里面用 Armeria 的状况。那他们主要是原本是用 Swift， 然后原本用的也不是 Armeria 的 Swift， 然后他们后来想要切到 gRPC， 然后而且 Swift Armeria 的 Swift 功能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就直接切到 Armeria， 然后搭配他们的新的 API 好像是用 gRPC， 然后旧的 API 是用 Swift 的这样子状况。然后像不知道大家知道 DoorDash 就是外送食物的一家公司，那他们也是的新的，他在上面那篇是他们打算在他们的新的内部的 framework， 打算就是 Kotlin 加 Juice 加，他不是用 Spring， 他们 Juice， 然后搭配 Armeria 做他们的 backend 的标准的 framework， 然后他们的 gRPC client 呢也是用 Armeria 当 gRPC client。 右下角你可以看到他就是用 gRPC client builder， 然后他搭配 retry decorator、 tracing decorator、 login decorator， 然后刚刚说的Matrix Decorator， 然后 Circuit Breaker， 所以像他用这个逻辑可以套出一套对耐障碍很强一点的 Client， 就是不会把后面因为后面出问题就把后面的 Server 打爆，然后因为起不来这样子。他做了一些这种标准的一个使用方式。而且刚刚说的，如果你是用 Armeria 的话，你如果想要用 Call HTTP Service 或者是 Call 其他 Swift Service， 你可以共用这一块下面这块 Decorator 的程式码，你只要把上面那个 client builder 抽换掉就可以直接切换或是共用这样子。那 line 呢，就是像我自己在的部门，就是用我们是 sticker 的 team， 那我们之前也是用旧的别的 Swift library HE1， 那也是导到 Armeria， 然后还提供 Tomcat service 去让你可以自动把旧的 serverless 程式直接挂在 Armeria 后面去跑。那我们还有一些旧的 serverless 程式在那边，就是靠就是我们无痛转到 Armeria， 但是我也必须要 serverless engine， 因为它可以挂 serverless 在 Armeria 的后面，所以也可以做到migration 比较无痛这样子。然后另外这边有好几个 team， 像 bot team 啊， talk server 就是大家传讯息使用的 server， 那 old server 就是大家就是 line 里面认证的 server， 然后像 open chat 就是 line 社群 的 server， 这些全部都是导入了Armeria 在跑这样子。所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几个连结，都是有一些不错的导入时机。然后像 neighbor 在这次的 line 的 dev day 日本也有发表一遍，他们在 neighbor 里面也用Armeria 当 API server， 那这是比较新的，好像上礼拜的影片，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看它怎么导入跟用哪些功能，可能会更比较详细，可以看这部分这样子。对，然后Armeria 是蛮特别的一个 framework， 它的社群也非常厉害，也非常强，就是它很做到服务这样子，所以它有自己的 Slack， 欢迎你可以加入这 Slack 问一些问题。然后它有一个 Virtual Office Hour， 这比较特别，在这个连接点进去看到说它每两礼拜会有一个线上的 Virtual Office Hour。你可以随时进这个视讯，我说问开发者问题的一个 Virtual Office Hour， 所以有兴趣的话欢迎去这边问问那些作者，就是为什么这样设计啊，或者是有什么新功能啊，或者是你不太了解的地方，都可以透过这个Virtual Office Hour 去问这样子。对，我今天的发表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